日前，黄渤童年照曝光。黄渤在马年春晚上将爱马仕穿出了蓝翔戏校校服的感觉，出道旧照让人惊觉。他年轻时走的也是偶像青春路线，都有些欲走高大上的路线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而在之前，他也严肃剧不红，一眼诙谐喜剧就火了，也是例证。其实谁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铺路人生道路呢？很多时候走着走着就走出来了，演着演着就红了。人们的关系很友善，陌生人眼中都是笑脸，养老生病不下钱，我就不来买单。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小也很普通，我不求变成梦和梦，我只想活在幸福中。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简单也很易懂，踮起脚尖的人够到，不是身在法。真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生活视频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奇隆。